们在办比现在更精彩。我要讲的是，如果人更多，活动更精彩、更精细，你愿不愿意参加？愿意。我没有听到，我在考虑我明年2025年要不要办第三届，愿不愿意？愿意。好嘞，愿意。明年自己本身是同袍，自己带一个朋友，强迫他来体验的，就要强迫我哈。因为你没有强迫他，永远不知道这么有趣的活动哈。强迫你朋友一起来参加汉服体验的，请举手。没有举手都不愿意啦，啊，我不要办了啦，真的是。好，谢谢，放下，放下。带三桌，三桌一个游览车哦。各位，这位大哥说是我们的社长哦，那个福伦社社长，他说明年要带三桌的人来参加，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的，来各位，我真的隆重的拜托大家，邀请大家，孟月楼非常的用心来办各项的活动。也许我有做不好的地方，也许有疏漏的地方，我先在这边跟大家诚挚说一声抱歉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真的人手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汉文化的体验。那在这边呢，最后邀请大家，如果你明年报名了，拜托请不要临时跟我说你不能来，因为我这是按的按的先按人手的，餐厅一旦决定了是退不了的哦，拜托哦。所以呢，最后请大家，各位请拿起你的手机，请拿起你的手机。好，来各位，请麻烦大家呢，记得进入 Google 找到孟月楼，五星级帮我评价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请大家回家的路上请注意安全，也最后呢邀请大家明年2025年再来参加我们的孟月楼汉服夏日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场地呢，请所有。